哎呀，我有自己的。哎呀，现在我临时感冒了，办不了这事。开针吧。先梳头发吧，梳刷牙。梳刷牙。从前岛上的人听不听着？只要你们把百里英姐、李小莲交出来，说好了，保证放你们安然离开这个岛。你做梦！我绝对不把龙岛和叔叔阿姨交给你们这些强盗的。都来的，都来了。从前岛上的人听不听着？只要你们把百里英姐和李小莲交出来。保证放你们安然离开这个岛。你做梦！我绝对不把龙岛和叔叔阿姨交给你们这些强盗的。小五，你别激怒了，于秋儿现在生死危险，阿姨不想你们也受伤。怎么还掉血呢？阿姨，你们放心，这些勇士都过你们中去了。这样他们行的。其实要我说，这龙天岛不就是不要了？你们每天要为的只是护身一条命。小月。这已经不是龙天岛的事情了。这事情我们今天也背书。除非你这个人逃走，我在地球上吧。不是因为我们对他毫无威胁，可这段时间已经两年，龙天岛已成了白羽家的势力关注。我们不会对他威胁。今天是我有准备，准备攻击。百里叔叔是你想见他的见他，汉军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兵龙特战队全体起立，来，进攻！我都不知道了。什么青龙特战队？你老了，我不去了。你这老祖宗，先让女人挡在你面前，现在又让小辈为你送死，你可真是个！楚百里，停手吧，押走的人是我，我也已经出来了。百里叔叔，快点去吧！百里叔叔，你快走啊！我们去看我们去别的地方吧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还一点长进都没有。我们可是老实人。哦，我们算了。大伙若知道。哎呀，就是他的咒力还没有，咒力还没有行。百里英姐，日日夜夜，不是我，伺候我，当场羞愧自尽了。没有啊。五百里，我顶死了！我死了两回，你先注意吧，好吧？把我一枪吃你吧！对了，顶死了，你还活着？哦，小人，他的字好好写。哦，我看。五百里，太好。你也可以对我父亲出手。大家继续的吧。喝点喝啊，睡觉了啊，我是庆和点。